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游玩东方再起。OK， 上一集我们上一集在干嘛？我想一下，上一集在干嘛？我忘记了啊，反正就是哦，就是击败了是松山。松山吗？在松山，然后我们击败了日本东瀛人的富商人啊。好，废话不多说。然后我们再次见到乙殿，再见到清风，各位，我们要见面了，见还可好？所以是四处奔波，到底解决不少麻烦事，就算不得辛苦，你怎么样，大小姐可好？七姑娘怕七将军惦念，先回府去了，在府里当时不需当见他的安慰了。我怎样，一眼见便知，也不需有多赘言。好，你们两人平安无事，就是叫我安大半的心。接着你打算怎样？我自从去了思过崖，最大的心愿已了，只是杨父的抚育之恩一直苦无机会报答。后来他更是常遭横祸，我已经在他身办尽孝的机缘都没有了。我现在只求找出杨父的遗物，好做追思之用。这可要愚兄带你寻访。我说了，只怕又怪我见外了。我养父就是引至衡山派刘正峰遭受灭门之后的神教长老曲阳，我要找他的遗物已是千难万难。你身为少林弟子，无端卷入这事，知情的人也就罢了，不知情的人乱说起来，你就要步上令狐冲的后尘，这样你还要帮我？你说的是，碍于身份我是难以援手，不过万一有什么风险，你别有所顾忌，尽管来找我便是。你放心吧，真的有事，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你多保重，我走了。事件书信四，这边应该是不会再见到清风了啦，应该是没记错的话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聚魂鼎 ，OK， 好，我们快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要去那个类似隐藏关卡的地方，然后因为那个也是要打，就是破完上一代的五岳剑派之后才能拿到的重要道具，然后我们要去破庙那边，会跟那个桃谷七仙对打，然后拿到好装备。OK， 那我们先快转啦。好，我们到了破庙，然后我们解开一些机关了，然后这边要有一个道具，就是莲华之剑。打不开啊，真细啊。没办法，碰佛像吧，记得。在右下角，然后右下方的门，对啊，我开的啊，怎么用？不能啊。现在是他想，我被骗了吗？进不去啊！可是我机关也开的啊。破庙石屋内莲华之剑，打开右下方，打不开啊！他也没有让我一个手指可以按的地方。好，我再找一下。好啦，解开了，是因为我有一个机关没有打开，然后我会跑回去打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边迷宫其实有三个出口，然后是在右下、左上跟左下。但是他说，其实只要从右下走出后，就可以直接找到桃谷六仙。所以我们就直接去找从右下出口走出去好了。可是是要打开机关就对了，还要打开机关啊。不知道攻略写的是真是假，像是没音乐啊。明月感恩恐怖，
这应该是用香米把它解掉。嗯，没反应啊。它可以推出哦，好像有有有。我们先把这个地图全部逛过一遍啊，并不知道是不是要，呦呦，并不知道是不是要解开所有机关，右下角的出口栅栏才会打开。所以我们先绕一圈好了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又没音乐了。OK。然后还有这里。是左上，右下，好死啊！原来不可以。好了，我这边先跳过。好，我们解开了破庙迷宫二，就是我们要先解开第二张地图的所有的机关之后，我们才可以进到地图的左下角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敌人好了，大家都长这样。然后血还蛮厚的，而且攻击力，他们攻击力也很高，很大声。哇，不过他们长得是像妖怪一样。不过说实话，这边其实没有比较好练的，因为敌人强，然后经验值又低。只要在这张地图上面，多次行走之后，就会遇到塔古六贤全部的人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去其他的迷宫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先跳过吧。嗯，这里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我觉得太深奥了，这个，这应该是在拿重塑吧？然后放顶是不是？然后呢？会打开机关什么的吗？这边应该用轻功跳过去吧？可以吗？嗯，不行。嗯？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破庙六，第六是谁啊？看一下，不确定是哪一只塔古六贤。哎，没有人啊，没有人，这里没有人。对啊，没有人啊。看一下破庙六有人吗？好，没有。这里没有人，还是顺序有差，卡住了。然后放到这个，哎咻！这边有个，可是那个进不去。哎，这个是好像本来就开的。哦，有又开一个了。哦，重塑应该有了吧？
城隍庙七都没人啊，真笑哎、欸，真笑哎、欸，现在耍我就对了，还跟我说左右一下就可以直接遇到所有人，搞骗，很会骗。破庙五，我看到一个了。我看到一个矮子在这，就是你的吧？好，开打！哦嘞，哎，不可以拿重塑跟他讲话，对？请问一下，陶根先，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？这个地方应该只有咱们兄弟几人才知道的。难道是刚才被我们打跑那几个吗？快说，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想要抢夺我们辛苦得来的宝物？既然这样，我也不用对你们客气了，出招吧。其实我刚才根本没有打到任何人啊，好像很强。我要好奇是他们有没有绝招，应该也是有才对。感觉有，我们等他出招看看。哦，好痛！说不定没有哦。好，再等一次，再没有就算了。看一下啊，哎、欸，感觉没有招式，再等一回合，没有就算了。哇、哦哦哦，这么猛！好了，应该是没有招式了。
总算赢了。优波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东西通通拿去，干眼消失在我眼前就是。什么优甲？看一下。哇，时有六龙随身护持，并有东方神兽一同战斗。哇，这个帅哦。不过这是给谁装的啊？感觉是给虫兽哎。哎，也不是，那这个到底给谁啊？嗯嗯，后面会等到三个哦。玉皇圣衣，天庭共主讨伐妖魔随身专属，别非凡之人，非凡之人所用，集四层铠甲精魂魄石炼成的护身武甲，有四方神护。那我什么都不能装哦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然后四神 OK， 所以虫兽什么都不行。那龙凤凰也不行，那这个到底给谁装的？炎黄铠甲是，重兽，看一下啊，破庙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很乱。好像就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有破庙九？破庙九，好像会打三个人，是不是？好，快转。好，我们见到第二个桃谷六仙。桃子仙，你们是谁？来这做什么？要来跟我抢宝物的吗？可恶！绝对不会把东西让给你们，这一切都是我先发现到的。这位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少说废话，想抢我的东西先打败我再说。这些人都是莫名其妙。哇，他拿剑的蛮特别的。直接放大绝了，受不了了。那么血气蛮多的啊，所以有绝招就先放吧。应该都不会招式才对，就是大绝啊！总寿命中率也太低了吧？漂亮，嘿呼！他们应该都不会大绝才对。嘿，他怎么一直存血？比较弱的那一只，很会耶，虫兽已经快不行了，中毒，哎，
我要小米的七块不够了。导王这一次好像会拿到武器的样子。不知道最后的剧情那边，不知道令狐冲会不会加入队伍，应该是会啊，我印象中会。好，来吧。好路啊，冲手。圣斩，算你们厉害。哎，这边出口是哪里啊？哦，另外一边的出口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哦，好像是武器。哇，蓝凤凰的，这应该是冷阴影的。哇，这是凡字纹斩。好帅哦，这把，这应该是令狐冲的。御魔圣斩。哎呦，有人敲我。好，我们快转吧。好，第几只啊？第四只啊？一剑两剑三剑，哦哦哦哦哦。你在数什么？数如此高兴？我要算我捡到几样物品啊！我这次有够聪明的，竟然发现如此好的地方，呵呵呵呵。原来这个地方是你发现的、啊？不是，是我那几个笨蛋兄弟发现的。啊，不对不对，这如此好的地方是我发现的才是，怎么会是他们发现的呢？你们居然发现这个地方，也还算聪明嘛？不过还是比不上我桃叶仙大爷的。这地方是我先发现的，所以就是我的地方。你们居然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擅自闯入，看来需要给你们一些教训才行。很糟。什么啊？哇！那个视角又有问题了。然后南凤凰的武器换的，因为换成应该是现在最强的啊。看起来武器样子还好，哦，直接被破。好，我们赶快把它解决掉。小人竟然用那么贱。嗯，我怎么不复活？傻眼了。增加500点内力。我打得蛮痛的欸。他那个招式在这款游戏有些招式根本就是攻击自己的队友，这真的是蛮奇怪的一点。
哦，边打人边补血啊，直接很大绝，因为他们都挡不到他们。哦，好痛哦，还蛮痛的，比打比你痛啊，这对刀是还痛。金刚什么？嗯，他不理我了，好吧。好，我们刚才打败了桃谷六贤之一的，我们拿到火挪杂环，可以增加防御力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白鬼是吗？白鬼炼烛也是增加防御的。哦，那凤凰的话不行。欸，他们都没有装备可以装欸。好，这应该是倒数第二只了。哦哦哦，这些东西一定可以卖你好价格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啊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刚才在鬼地方捡到许多稀奇的宝贝，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价值连城。哈哈哈哈，原来是这样。欸，我干嘛跟你们说这么多？我看你们只有让我兄弟派来的间谍想趁我不注意抢走我东西吧？可恶，我挑时间，绝对不会让你们的计划得逞。刚刚解决其实他们的招式没有大绝啊，所以我觉得也不用把他打完给大家，就是硬要把他打死给大家看，没什么特别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跳过好了。对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好了，我们跳过吧。好，打赢了，哪有间谍这么厉害的？就说我们不是的没。没关系，好，这边应该是拿到的是防具，哇，感觉很强，我可以装了，成千上万的神骨魔虫化成鬼怪攻击将毫发无伤，圣楼银兜有移形转位的作用，使敌人攻击目标转身自身。哦，好，剩下最后一个了吧？好，快转。好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。你们是住在这里的妖怪吗？别过来，别住过来！你哪里看到我们像妖怪了？你们一定是住在这里的妖怪！可恶，看我桃花仙如何来降服你们！好了，一样的，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次他攻击就好了，不然打到民国几年，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中到麦克风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打败刚才那个桃谷六贤的话，是拿到什么？切肉冰雨，淬有墨痕血毒的金刚双钩，形状优美，有如莲花出房。然后。我们还有一个桃谷六贤没打到，好，我们这样快转。赤血冰肠所图的狮之臼有灵血生机的疗效。OK， 好，我们快转吧。好，最后一个了。桃干仙，别来抢我东西，这些东西可不是在这边捡到的，也绝对不是在别的地方捡到的。你们会相信我说的话吗？看你们样子想跟我抢宝物的，没这么容易，滚开！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招式就好了。哦，我还蛮强的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拿就拿嘛，出手这个马那么重，又不是不给你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刚按到了。所以说，我天造极乐，
天照神的眼泪锁凌晨，为什么天照神好像是火影忍者里面那个天照啊？能净化人心，引渡极乐。然后圣皇帝锦，至高无上的神兵利器，相传为玉皇大帝所执的圣枪。然后烈日魔爪，为什么没有图案？富有冰寒之气于爪上，可追踪生人体热哦，生人体热予以攻击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他们的武器外观长什么样子吧。等一下哦，先走完这个。好，直接进入战斗。哦哟，虫兽是看起来是就是一个爪子，欸，可是那个爪子，好，相比的那个没有图案才对，因为那个图案感觉像是虫兽武器的图案。然后李龙的看不太清楚，大概是长这样啊。然后虫兽就是长这样，也看不太到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到这边我们就全部都打完了。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，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啊。为什么看不到？对啊，好吧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结束啦。那这一集就是单纯的解支线啦，其实这个不用支线，就是为了拿最强的宝物跟武器跟防具。好，那喜欢频道欢迎到我频道的左下方的图案按个订阅，也到我左下角的红色小方框小空框按个订阅，那也欢迎到我粉丝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一集都是要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